把合计的张总要约陆总监给您安排什么时间？项目周报已经发了，陆总什么时候反馈？各位总，以上信息收到，我到公司会尽快对接。取陆总的西装了，怎么了？还能怎么了？火山冒烟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我知道了，马上到。上厕所吗？再继续嘴。柠檬姐，你到哪儿了？赶紧回来吧，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。之前都谈得好好的啊，投资协议书道歉了，怎么到你任鹏飞手里就会出问题？平时个个给我吹得天花乱坠的，十拿九稳的项目，哪有人给放鸽子了？是都喜欢当备胎是吧？回头人家双方签了合同，你们还得帮着给领门闪送，是不是？陆总，唐振旺太不讲信用，有什么条件不满意可以跟我们提啊。之前一点预兆都没有，临时变卦，我们真的不好预判。你看能不能找个别的项目？别的项目？之前的市场竞调都白干了吧？麒麟家居的卖点是什么？环保家居理念。你要是能够找到其他一家在这方面比麒麟家居更厉害的，就我这个位置，你来做去找啊。陆总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等你想的办法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柠檬姐，你总算回来了！我刚才都进去送了两次咖啡，全都被撵出来了，一会儿嫌凉，一会儿嫌甜。你不在，我们都压不住场子。什么情况啊？陆总之前不是投了一个麒麟家居的项目吗？那个唐总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，背着我们跟一家叫做彩虹资本的投资公司联系上了，非要找他们的老板靖海洋通把我们给甩开。陆总已经把所有的资源全都对接给了他们，可现在结果被人家收割了，任总还一直蒙在鼓里，什么都没察觉，陆总就爆发了。你们可真行。煮熟的烤鸭都能飞了。煮熟的烤鸭，陆总气得连话都不会说了。姐，跟银行的会还有30分钟就要开始了，这还开得了了吗？能开。唐正旺这个孙子啊，做了亏心事儿，电话都不敢接。陆总，唐总的秘书小栾跟我说，头几天唐总病了，是不是没注意到电话？病了，我看他病的是不轻。谁让你插嘴的？出去。好的。等会儿站住。我有点渴了，给我倒点喝的。你想喝茶还是咖啡？茶。热的还是冰的？冰的。加糖还是加奶？奶。好。Thank you.
陆总。谁说我要喝茶？我跟你说的，我要喝咖啡。按您的要求，咖啡热的，加糖。同一批次的埃塞俄比亚原生种，味道没变。各位总们想喝点什么？他们配合吗？他们个个脑子里都是水，他们不渴，你们渴吗？不渴，不渴，一点渴的感觉都没有。陆总，这是新一季度的财务报表。这是今晚要参加的年度投资人颁奖典礼的流程，还有与会人员名单。里面有几个您之前就想约见的投资人。陆总，一会儿会议室还有一个会，是银行那边提前一周约的，他们现在应该都快到了，要不我去跟他们说，让他们先等会儿，等您处理完这边再过去。你忙。你是不是长能耐了啊？听我拿主意，谁跟你说过我要先处理这边的事儿？还有你们三个不要在这儿杵着了啊，关于今天这个事儿，每个人写一篇分析报告，下班以前交给我。哎呦，车总人到。老人，什么情况啊？今天不是你们一部的事儿吗？啊，你跟我这个二部总监，跟老刘这个行政总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咱们哥仨关系再好，也不能捆在一起挨骂吧？怪我，怪我。哎呀，对不住了，哥几个啊，改天我请你们吃饭，行吗？咱们三个都是总监了，这天天的这劈头盖脸的骂，要不要面子了？陆总啊，是脾气大一点，但是人家眼光准啊，一入行就投了个项目，挖到第一桶金。顺风顺水惯了，眼里容不了半滴沙子。那咱就得忍着呗。鸡鸣资本给咱们这么高的年薪，为什么呢？精神损失费呗。我跟你说，有没有小柠檬，今天这个坎儿都过不去。你说我这眼光，那也不赖吧？嗯。柠檬已经把咱老大的七寸都捏的那是死死的。之前哪个秘书能撑过三个月的？他一来，一看就是三年。要么说你眼光独到，是正确的啊。这小柠檬如果个儿再高点，长得再漂亮点，哎呦，咱就没法管他叫秘书了，是吧？那叫啥？得叫老板娘。什么玩意儿？陆总，干脆开除任总得了。我为什么要开除他？他没有做到滴水不漏啊。他没有预判唐正旺为什么会突然变卦。做投资的没有全知视角哪儿成呀？得又是狼人又是预言家才行。人家想要瞒你，总会有办法。那您还能不生任总的气？你在嘲讽我是吧？把你那做作的表情给我收回去。没有动若观火的观察力，还当什么投资人？那陆总，依您所见，唐正旺为什么会突然变卦呢？这个项目已经没别的障碍了，只可能是因为估值。彩虹资本的靳海洋估计是开了一个高价。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跟唐正旺的秘书挺熟的？还行。你去找他一下，打探一下口风。知道该说什么？随机应变呗。女侠，喝水。姐，我特别好奇，你是怎么把陆总的脉摸得那么准的？他嘴上说喝茶，你怎么知道他要喝咖啡啊？陆总这人就这样，他喜欢玩猜谜语，喜欢玩指东打西那套。哦，明白了，反向操作呗。不对呀，姐，那陆总有的时候说要喝茶，他是真要喝茶呀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神人啊，没办法，身经百战，熟能生巧。姐，三年了，你抬不动我。
是啊，不过我总算就要熬出头了。啊？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当秘书了。嗯。先不跟你说了，银行的人来了，接待一下。最后一天。小兰。嗯，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彩虹资本给的估值确实比我们高，但是具体多少栾秘书也不清楚，但应该挺有诱惑力的，不然唐真旺也不会冒着得罪您的风险临时变卦。彩虹资本的靳海洋我了解啊，他一手煲鸡汤一手打鸡血，每回都把创业者唬得一愣一愣的。据我所知，他之前也有过这种出高价攻城略地的做法，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。那我们这边要怎么应对呢？需要提高一点估值吗？这个栾秘书跟着唐正旺有几年了？三年。和我一样，三年了。哎，小栾，今天就签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小栾。这个唐正旺也太心急了吧，他不是说下周才和靳海洋签约吗？这样我们还有时间应对，这怎么突然就改到今天签约了？后来唐总跟您联系了吗？没有。唐正旺现在正在半岛饭店，从半岛饭店到金玉会所大概要半个小时，那我们得在最晚三点之前赶到半岛饭店截住唐正旺，不然就晚了。小宋，稍微快一点。好嘞。唐总，他们人来了，我去接一下哈。啊，好，好好。这边请。啊，唐总。哎，陆总呢？啊，陆总，我看您没回他电话，以为您不想见他了，就派我一个人来了。哎，坐，来来，请坐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关于咱们这个项目决策层面上的大事儿，林秘书，你能做主吗？我当然做不了主了，但是这也没什么影响，因为陆总并不打算提高估值。你刚才说栾秘书给唐正旺当了三年的秘书是吗？是啊。这么说来，他也不是一个新人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把商业机密告诉你？几点签约，老板现在在哪儿，就生怕你不知道一样。就算你们俩关系再好，他也不能这么失职吧？您是说他们在演戏？是唐正旺故意让他这么说的？唐正旺根本就没想放弃跟我们合作，只是鬼迷心窍被人给忽悠，还以为可以拿到更高的估值。既然人家派出个秘书打头阵，那我的秘书也不能输给人家，对吧？这个是陆总的意思吗？嗯，陆总的原话就是这样。这个项目如果要投，那就得以他的价格来投，我们给出的估值已经是在合理范围的最高值了。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，就是说你听差了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林秘书，难道咱们这个事儿就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吗？唐总，我就是一个负责传话的。您说的对，像这种项目决策层面的大事儿，
我一个做秘书的，我也做不了主啊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柠檬，你要不现在赶紧打电话问问陆总啊？是这样的，今天晚上陆总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颁奖礼要准备，他特意嘱咐了，不想因为其他事情浪费时间和精力。但是这也不是小事儿，是吧？陆总这人脾气吧，我也挺为难的。男秘书，都是同行，就别再互相伤害了。唐总，嗯，陆总呢，他尊重所有创业者的想法，是，所以就祝您和靳总合作愉快喽。我先告辞。啊，哎，不，等，陆总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以外，还有没有别的，就是什么想说的？哦，我差点忘了。什么呀？他让我转告您，他做投资是希望和创业者共赢，一起赚100块，比怎么在10块钱里分8块更重要。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栾秘书留步，慢慢走啊。搞定了，谢了。都是老臣分内之事。陆总那边，陆总7号，座位名单我已经发你微信了。好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去。石英石资本的石总吗？是啊。您的座位在那边，11号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刘总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好久不见了啊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其实啊，一直都想去拜访您。嗯，哎，陆总，请你看场好戏。听说您现在投了一家家居企业是吧？能不能带小弟我也混混？靳总，真恋家啊，对家居门类情有独钟啊。哎，王总你好。诺总。哎，怎么靳总已经出相关行业了？哎，王总您没听说吗？唐正旺的麒麟家居，靳总开出一个天价的估值，特别有诚意。是吗？嗯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两家可就是竞品关系了，我的那个项目可就不好意思了啊。王总，唐正旺那边我还在考虑着。您公司的资金链问题这么快解决了？我什么资金链问题啊？ B2B 平台这两年可不太太平，去年又是存量风险清退年，靳总投的那家公司兑付危机解决了吗？再不转型可真麻烦了。要我说还得投点实业，实业兴邦嘛。割韭菜可不是人干的事啊。是啊，王总，您说的是，要不改天我们约个时间。哎，王总，马上开始，我送您到座位。好，王总有机会喝茶。王总，别马上开始，您请。好。
大戏一定能爽。爽。马上开始了，挂了。好。砥砺前行，成就未来。在场的各位来宾、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王爵，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颁奖典礼。接下来我宣布，今晚的十大创投新势力颁奖盛典正式开始。哎，小宋，辛苦了。没事儿，哎，不行你先回去吧，跟陆总请个假。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啊？接下来公布获得十大创投新势力的公司是纪明资本，让我们掌声有请纪明资本的创始人陆纪明先生上台领奖。同时，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杨卫西先生。好，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，请先回座休息。好，陆总请留步。那接下来，我们将有请陆总来给我们分享他的投资理念，掌声欢迎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台下所有的同仁和前辈。纪明资本作为一家只有五年的公司，能够获得这样一份殊荣，我跟我的团队感到无比的荣幸。对于投资，我个人认为是关于人的艺术。我特别喜欢一个字，丛林的丛。这个字左边是一个人，右边是一个人，两个人并肩站在一条线上就成了丛。我理解为左边是投资人，右边是创始人。这两个人只要秉承同一个信念，有着同一个目标，就能够建设出一片生机盎然的丛林。谢谢大家。这边完事儿了，你人呢？啊，我在休息区，我过来找你。别忙，你赶紧订个餐厅，一块吃个饭。啊，好好好，要几个人的包间？不用，就我俩。哦，好。你点吧。奶汁鳕鱼，低温烟熏小牛排，土豆饺子，基辅沙拉，红菜汤。沙拉里不要放豌豆，红菜汤里不要放洋葱。就这些了。
我吃什么记得倒挺清楚的啊。毕竟跟了您三年整了。哎呀，是啊，三年了。这么长时间你也算是一个成熟的秘书。陆总，您今天专门找我吃饭，看来您是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哈。什么日子？4月1号啊。愚人节啊。不光是愚人节，三年前的今天。慢慢吃啊。送给你。就是。今天什么日子我肯定不会忘，送给你的礼物，祝你愚人节快乐。这个我不能收。你为什么不能收啊？你配得上他。陆总，你这又是包又是花和蛋糕的，不，这蛋糕跟花跟我没有关系啊。这个包是我给你的奖励，从今天起啊，你就是十大新势力投资人的秘书，这出门怎么样也有一个上档次的包，对吧？亲爱的琳琳，嫁给我吧！以后吃饭还得给我订包间，不能。陆总，我想跟您说句心里话。他说什么？李萌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最欣赏你的一点，就是你从来对我没有一丝的妄想，这点一定要保持。你要说的不是这个，那你说，陆总。我不想做秘书，我想去项目部。做什么？3年前我面试的时候，我本来想去的就是项目部，但是阴差阳错的就成了您的秘书。阴差阳错？呸！天赐良机。既然是良机，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干？你忙，你要知道啊，我们这个行业瞬息万变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陆总，今天是愚人节，但您也不能把我当愚人糊弄啊。就聊聊着，你急什么？哎呀，好了，你们这样，明天呢就找刘一天谈续约，以后我给你双倍的薪水。不是，哎呦，我对做秘书我压根就没兴趣。刘总说让我跟在您身边可以学习怎么做项目，然后他找到了合适的秘书就给我转岗，可是这一拖就拖满3年了。李萌，我看你对自己有误会，事实证明你天生就是做秘书的好材料。再说了，我对你还不够重视啊，我亲自送包给你，有哪个秘书像你这么享福啊？享福？你平时的工作就是泡咖啡啊，送文件，打打电话，智商高点的黑猩猩经过训练都能干这种。黑猩猩能接电话呀？哎，我并没有侮辱你的意思啊。哎，李萌，你看啊，以你目前的工作量，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薪水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你放眼整个行业，有哪个岗位会像你这么轻松呢？轻松？哪儿轻松啊？嗯，是，哎，偶尔确实会加个班，那无非也就是打打电话、发个微信，那不费力气，费点电嘛。嗯，陆总，今天这事儿在这儿说不明白，你跟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我家。你家？干嘛？去了你就知道。你不想套路我？陆总，这么久了，我从来没有跟您提过任何要求。
今天我就这一个请求。就要去，反正我也没喝酒，走、啊。哎，陆总，我是在这等您，还是什么时候来接您呢？当然在这等我了。哎，陆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放心。不，你不知道什么呀？哎，你记住啊，我要是一个小时没下来，就报警。陆总，嗯、哎。这生存环境也太差了点。到了。你让我来你家干什么呀？换鞋吧，您在那儿能看清楚什么呀？进来看看。麻烦，还得换鞋。对吧，你家够乱的了啊。这哪像女生的家呀、啊、也不收拾收拾。哎呦，对不起，陆总，忘了您爱干净了，辣您眼睛了，那您忍一下。哎呀，您也觉得这不像女生的家是吧？您好好看看，看看这儿，这儿，你的文件，你的行程备忘录，你的工作安排计划表，这些都是你要送给客户的礼物，还有那儿。都是你的衣服和裤子。经常白天我在公司整理的好好的，你半夜三更一个电话我就得返工，这哪是家呀？这就是我另外一个办公室，外加一张床，可以小憩。柠檬，你把工作拿回家里做，那说明你在公司工作的效率不够啊。还有这西装，干洗几天了，我又没让你把它放在你家，你为什么不给我送回公司啊？你说呢？这儿。陆总使用说明书，你简直比航天飞机还复杂呀。干洗注意事项8条，泡咖啡注意事项13条，饮食习惯注意事项21条，出差注意事项38条。白天我在公司给你做秘书，下班给你当保姆，晚上你喝多了，我一个女孩子大半夜的还得给你当代驾。是你有洁癖，你不喜欢别人进你的家，你就可劲儿逮着我一个人折腾啊。讲完了吗？我白听着，我没说完，你听着。我24小时得待命，3秒不接电话你生气，半夜2、3点不接你还生气，我就不能有自己的生活，我就不能有身体不舒服想要休息的时候。我也是个人啊，我不是人工智能。那说明什么？恰恰证明你工作用心啊，你是一个好秘书。所以我买了一个包奖励你了，对我发什么？你就算送我10个包，装的也都是你的东西啊，我都没有自己的生活了。陆总，我一直就想做项目，我要是再跟您做几年秘书，我就彻底废了。我就算跳槽，也没有人再会让我做项目了。那你就一直做我的秘书。我确实很欣赏你，但仅仅限于你做我秘书这个层面上。如果给你换一个部门，调到项目部，那我真不知道你在清明资本的意义是什么。那你说这话就太伤人了，瞧不起谁呢？好歹我正儿八经是金融系毕业的。我知道啊，专业挺对口的呀。干什么？您看看。风投圈谁没几个破证啊？你给我看这些，你要证明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每年有多少金融系毕业的学生，个个都能做投资吗？那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机会。合着今天晚上我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一句也没听进去。我最后说一遍，我不想做秘书了。谁允许你跟我大喊大叫的？你要造反啊？柠檬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
你想在我纪明资本做项目？做梦吧，下辈子吧。去给我倒杯水，被你气得嗓子冒烟了。去呀、啊！家里摆个什么东西？练拳啊？贴的什么？宁檬，会不会有点过分了？还找了一张这样的照片。宁檬，我发现你藏得挺深啊！颁奖礼上给我鼓掌喝彩，晚上回家就糟蹋我照片是吧？这个是我过分了，但是我也需要情绪发泄嘛。我给你做秘书，压力太大了。得亏我来你家一趟，不虚此行啊！表面小白兔，背后大尾巴狼，虚伪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虚伪？怎么，喝酒喝的胃痛啊？这胃痛，你捂肚子干什么啊？胃痛不是应该捂背吗？演的，你走吧。装，接着装啊！你走吧，你再不走，小宋就要报警了。你干什么？我拖鞋掉了。柠檬，太过分了吧！让光脚的踩在地上，把鞋给我。陆总，我去加个油。哇，曾宇航，你这个蠢货！尤其我都快被陆继明气死了。大半夜的你发什么飙？午夜凶铃啊！你给我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包人家根本就不要，还冲我发脾气。他以为靠一个包就能收买我，让我继续给他做秘书，他想得美！我呸！萌萌，你先别生什么大气。我能不生气吗？发疯一样要成的。你跑我这撒什么气啊？几个亿的项目能搞定，一个秘书你就没招了。我还没说完啊，你是没看见他那什么态度啊？就他有脾气，就他有情绪，别人都没有尊严吗？哎呀哎呀，你先冷静冷静，让他同意你转去项目部，这才是正途，对吧？你听话听不听重点？我都光脚踩地上了。哎，哥们出差呢，回去陪你喝酒啊，拜拜。不是，曾雨涵。我想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一定要去做项目，而且总有一天。什么呀？我要让他叫我总监。有没有一个语言能够预言我们遇见？也许是一个画面，我们都走在时间面前，拒绝被定义，被偏见，被贴上标签，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再和最好